说这个一个未经查证的报道，就这样子先将一个人，把他人格先把他抹掉，从到现在没有任何一则是经过查证的。哦，这个我要讲的是说，我在台南服务的期间，从我担任这个市议员到市政府的服务，从未被这个检调、约谈、侦办、调查。从来没有。第二个，我在从事公职的时候，就是我从到现在，我从对选民的服务、人民的陈情，我都一直在谨守对依法处理的根据。那这是我从事公职对自我的要求。大家可以问一下，我过去从地方的公所担任议员到市台，其实我都一直秉持着这样子一个原则跟理念。我连当市议员的时候，我在质询我到底权力可以到哪里，我绝对不逾越。我当行政的时候，我也不逾越我应该要谨守的分际。这个是我一直从事公职对我自我的要求。最后一点，我要对这个特定媒体都一直没有这个未经任何的查证，然后你看现在整个这个先将一个人的人格直接的这个处理掉，然后图卡所有都一起出来，这我觉得很痛心。台湾的这个政治不应该沦落到这种程度。那一个人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的时候，大家却在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我觉得是不应该的。这个我觉得也应该借着这个事件，大家一起来做思考。我大概是这样子来回应这件事，我有说明，我很诚心的这样子做说明。好，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这一份可能可以发给大家，这是从这次电话的简讯所截出来的图。所以不知道我们的陈发言人还记不记得小云，在这一份简讯的截图里面，前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写着签的这个就是陈宗彦，上面写什么？他写知道了，明天务必帮忙一下这样子，然后再问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视听歌唱场所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变更的一个资料。我们的这个豆哥很认真的问我们的这个陈发言人，比较在乎的是小云有空吗？大家看到第三张最右边的那一张，就是出场喝咖啡的哈。我们拿到资料里面有非常明显的相关的一些，就是出场记账的一些价钱了哈。
那这个约法，大家从最右边这张简讯，大家也看得出来，就是约在路边啊。那当天小云没有空，所以呢，他都问他说：“那有没有其他差不多的可以出场？”大概是这样。那往下，那就是我们再往下查呢，这一家试听，就是这个所谓我们的这个豆哥呢，请他帮忙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建筑执照，就是这个用我们他申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建筑执照是在这个地址上面，那后来呢，当然这个执照也就通过了。那我们的酒店的名称呢，当然一换再换，这个大概也是酒店业的常态，如果被抄了呢，就继续换名字，但是地址是一模一样的。这边我要讲的是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张小小的，这是一张出自台南地检署检察官的签呈，我念给大家听。这个案子在检察官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其实曾经被查出来有相关的情事，所以呢，这个检察官呢，他写了一个签，主旨是陈宗彦、连横及王孝伟设有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的罪嫌，请准签分他案续行侦办，当否请核实。我把这个检察官的名字遮掉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当时是有检察官发现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可疑的事实，所以呢，这个检察官他希望他在承办这个案件的时候，因为该案被告连横及王孝伟有疑涉行贿现任台南市政府民政局长陈宗彦的这样的情事，所以他请求可以把它变成分他案续行侦办。我跟各位报告，这个案子后来没有继续办下去。所以这是我今天本来在质询台上我想要问，第一个本来想问的是我们的法务部蔡部长，这样的案件有检察官向上签呈，但是他后来不了了之，这件事情蔡部长是不是应该要进行调查？好，我希望他可以承诺，就是在今天早上如果有机会上台总质询的时候，我想问，这是针对蔡部长这个案子不见了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想问。第二件事情，我刚开头就讲承建人院长你的阁揆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位阁员，就是我今天早上原先要针对我们的承建人院长所提出来的相关的总质询。很遗憾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杯葛之下，我没有机会对我们的陈院长直接来做一个提出，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先让媒体知道，我希望透过媒体的力量，我也希望承建人院长一定要彻查，我们的蔡部长一定要进行相关的调查，监察院是不是要启动相关的一些调查事情，我觉得也应该要一并来做考虑。以上是我今天的记者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有掌握陈宗彦他去招聘过几次吗？几次，我觉得可能有点难计算，它是一个常态。而且它上面讲说他没有去酒店嘛，刚刚有一篇报道，对，他说他没去过酒店，却对八大行业非常掌握，这样。因为通常他如果照刚刚的状况，就是带小云出场，就是出去喝咖啡这样子，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用次数来写。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陈宗彦当时上来政院是，现在副总统赖清德有带上，那你觉得
因为现在那个赖副总现在都成为民进党主席，那你觉得陈中彦这件事情，民进党就是否有什么态度要回应，或是？我觉得哈，这个如果大家回去查哈，他当这个不管是处长或是局长，都是赖副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他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赖副总统应该也要去做一个了解，或者是对大家做一个回应啊。那他的爱将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他在我们看到民党最近几次的这个中常会赖主席也都非常的有一些决断不管是扫黑的部分或者相关的一些论文事件所以我觉得我们期待这个赖副总统赖主席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有坚决的态度。还有吗？那为什么你不是要求陈中彦下台，而是要？当然是要。我怎么没有要求他下台？我没有不掉哈。既然你这样说了，我觉得陈中彦自己本身除了这个陈院长跟这个相关的调查应该启动之外，知所进退最好的方式应该立刻宣布下台。我想你个人的这个事情已经这么明明白白的被揭露出来，那或许你也是应该，不是或许啦，你本来就应该出来做个回应的。我觉得这是自己做事自己当嘛，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样。不好意思，就我能掌握到的那个资料，最近一次的那个召集大会是他就任行政院副院长，这段时间有吗？还是没有？我能掌握到资料。这个问到一个好问题，我基本上手上还有一些资料，但是我没有去细翻时间，就一直我目前看的比较清楚的是那一段时间，对，那最近我要再回去翻翻看有没有。还有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